今天教大家一道大人孩子都喜欢吃的拔丝地瓜。首先我们准备两个地瓜，削去外皮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块，锅中水开，下入地瓜，再次开锅煮两分钟，七八分熟，捞出来放到凉水中过凉，然后把水分控干，加一勺玉米淀粉拌均匀，这样糖才能包裹得均匀。油温烧到五成热，下入地瓜，刚下锅先不要动，让地瓜定型，20秒以后用漏勺再搅动，把粘到一起的分开，中火炸到金黄飘起，捞出控油，另起锅加半勺清水，一大勺白糖，再少加一点油，大火朝一个方向搅动，糖会先变得透明有大泡，然后会变成小泡，颜色开始发黄，最后糖泡会越来越少，糖会变成这种淡黄色，这个时候把火关掉，倒入炸好的地瓜拌拌均匀即可。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，如果哪道是你喜欢的又不太懂，你给老弟发消息，老弟看到了马上就回复你。